美女，果然是美女，我可以给你一条活路，哈哈，就是，从今天开始，如果你愿意，你就陪伴我，再也不会有生命危险了啊，收下。你给我捆起来！这是干什么啊？姑娘，你干什么呀？啊！睁开你的狗眼看看，这是我姐姐，哪里是什么皇帝的妃子？